我一学佛，我感激老师，他就把这个传授给我了，啊，叫我看破放下。啊，头一天见面的第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就叫我，真不容易啊，把佛法的秘密告诉我了。我们才晓得，从初发现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。 啊，什么时候你你通通放净了，你放下也没有了，摇也放下了你，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，啊，你就回归常寂光了，啊，习气没断，那就是十宝庄严土，啊，就是刚才给给你说的，啊，那个土里头永恒不灭的，啊，花永远是新鲜的，啊，它不会凋谢的。 啊，人永远是年轻的，没有衰老的。啊，他真有道理在，这些道理我们都可以用，用的时候他真有效。啊，老师，他修行真有功夫啊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我的这个老师。 给注位说，是四大喇嘛之一。这四个人，两个在西藏，达赖班禅；两个在蒙古，啊，张家是内蒙的，这不仁丹巴是外蒙的。他们这四个人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学生，啊，宗喀巴四大弟子，啊。 住在这个四方教化众生啊！我很幸运的时候遇到一个啊，我们年轻呢啊，对佛法是没接触过啊，所以我曾经很冒昧的向他请教啊，我们称他佛爷了啊，我说佛爷。 听说你们这个转世转世啊，啊，活佛转世，这真的是假的？<laughs> 我们问的这个问题，我这个老师真好啊，他对我们都讲真话，一点不欺骗。他告诉我，前三世可能是真的，以后就不是了。他是第十六世了，啊，以后就不是真的了。 啊，但是这个灵童被找出来，啊，被选定出来之后，他受到最好的教育，啊，是当代啊最有德行、最有学问的老师来教他，这是一般人遇不到的。他要真正肯学的时候，他的造诣都相当深，这这是难得，啊，就跟从前的皇子一样、啊 啊，那他受的教育是别人受不到的。啊，你说从前帝王时代，家天下，啊，帝王登基，也就是就职典礼，啊，第一桩大事就立太子，就是培养下一代。啊、太子立了之后，那是国家是国家是最优秀的啊，德行学问这样的人，啊，请几个做太子的老师。 啊，那太子真正认真的学习，下面一个朝代好啊，啊，这一些文武百官的子弟做陪读，那就是底下一个小朝廷就培养起来了，真用心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前一代对后一代真负责任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啊。 外国那些那那些那,那些真叫专制啊！中国不是啊，你仔细去对，这都,都中国的历史。啊，中国历代帝王很负责任，他不负责任就被人推翻了。啊，所以每一个朝代末代的皇帝那什么呢？不遵守祖宗教诲，啊，把家规全破坏了，那就有人取而代之。 啊，如果他遵真正遵照，啊，他祖宗所传下来这个家法了，能够依教奉行的话，他世世代,代代传下去。啊，方老师曾经告诉我，他说孔子佩服周公是有道理的，他老人家一生最佩服的周公，他周公真的是圣人，啊，他造的那一本那个那个典章制度。 就是《周礼》啊，《周礼》什么？周朝宪法。那个时候他叫我读，我对政治没兴趣，呵呵他给我讲了好多遍，我都没去读《周礼》。他说：“如果周朝世世代代都要遵守这部书的教训，他现在还是周朝。”他给我说这么一句话啊，那就是周公啊。 字字句句是为天下人着想，没有自己，所以他的东西经得起考验的。啊，周朝在中国历史上最长啊，八百年了，啊，可是末世。啊，八百年最后的五百年是春秋战国，那是乱世。啊，周朝虽然称天子。 诸侯不听他的话了，啊！可是他也有三百多年，将近四百年的长治久安，啊！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问题出在，是不是认真推行教育？所以“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”呢？这一句话是真理呀、啊！啊，只要把教育办好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 要不是人教好了吗？啊，所以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、历久弥新，靠什么？靠教育。啊，还有一个硬体的设施，全世界所没有的，就是家。所以中国这个家了，把社会责任担起来。 啊，家对于中国的贡献太大太大了，啊，中国是大家庭，啊，你到中国农村，你看，这个是张村，那个是李村，那就是一家人，啊，五六代同堂，不分家的，啊，所以一个家差不多三百人左右，啊，他要是没有规矩，啊，没有制度的话，那就家就家不就乱了，那家破人亡了。 啊，属于中中国人，小孩从怀孕就要开始教，叫胎教啊。一出生，这个小孩你要知道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，已经在模仿，就扎根教育。三年了就是、三岁，从出世啊到满三岁这一千天，这叫扎根教育。啊，这个扎根教育谁教的？母亲教的，叫母亲伟大。 相夫教子啊，你和家里有没有后代、啊？你就看过去啊，教什么呢？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，根深蒂固啊。所以中国从前这个谚语有所谓啊：“三岁看八十，三岁扎的这个根，八十岁不会变。”这根扎多艰苦啊！所以家有家道，有家规。 有家学，家学从业私塾啊，就是家家里的子弟学校啊；有家业，啊，家里面经营的事业啊，这每一家家谱里头都记载的很清楚啊，啊，所以家齐了，国就知道。